正廷今年凭着专辑《爱丽丝 Where Are We Going》一举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、最佳专辑、单曲制作人和年度专辑4项大奖，虽说风光，不过谢正廷却是一脸淡定。那我的心情还蛮淡定的，应该是说这张唱片，因为我自己是这次自己担纲制作人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。其实对我自己来说，我自己已经给了自己很大的肯定，就是我撑过来了。就是那个时候我母亲，我要同时照顾我妈妈癌症的事情，然后又要做这张唱片。那个时候我真的一度以为我没有办法完成，然后我甚至每天都有一些不好的念头，因为我当时忧郁症的情况也不是说到太好，对，状态蛮差的。就知道入围的时候。他说他很开心，他也是同步在收看吗？就那个我不晓得他当时有没有收看，但是他说恭喜耶，就是妈妈很开心这样子，就是说妈妈开心我就开心。他有哭吗？就是一个感动这样子？应该没有吧。就是我就问我妈妈说，妈妈你可不可以陪我走红毯这样？她说当然要啊。所以他红毯要陪你走？对啊，会带着我伴侣跟母亲一起走红毯，因为他们是我就是这张唱片的核心啊，核心人物就两位爱丽丝。谢正廷2016年在金曲2期拿下最佳新人奖，这回 Level Up 拿到最佳国语男歌手的门票，对于宝座可是很有自信。我希望我自己，很好，我看好我自己，四项都看好你自己，没有啦，就。随缘啦，随缘。这次有觉得哪边不一样吗？就是心情上。应该说我 I'm ready， 我准备好了。上一次新人的时候，我心态还没调整好。对，那这一次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有得到肯定，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还有我该怎么做。比方说，跟癌友，我有一个癌症朋友的。公益组织叫我们都有病，对，我可能就是可以帮他们再筹办一场更大一点的公益音乐会，去让他们有他们的公益组织得到一些收入，他们就可以去帮助更多癌友去办讲座，比方说请医师去分享他们可能在化疗的时候等等的经验，或者是帮助接友让他们回归社会。因为当时新人讲的时候我好迷惘，我那时候找不到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唱这些歌，为什么要说这些话，写那些文字和那些文章，就是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以及我要去哪里，我那时候不清楚，一直到我踏入公益这个领域，这些问题才逐一的慢慢被揭开，对，得到比较接近像答案的东西，对，那我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。